曲风与张俊俊的婚宴。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人入场。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光临我的结婚现场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然后再感谢我的父母，是你们从小教我怎么做人，把我们抚养长大，你们非常辛苦。其次再感谢我的岳母，能生一个这么漂亮又贤惠的老婆给我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一下我们两个，有没有？有。好的好的，今天晚上大家不
时碰到这段风雨，我都会